我先来赌一下武器。第一个 Go 左手啊，对象梦战花大钱也不强，梦战还要时间，花钱还要时间，因为花钱只是抽卡。蓝色火星你也可以慢慢买练兵礼包啊，可是他还是要用时间叠上去啊。第三个，嘿，哎呀，又是不怎么样的三连发啊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实在是。好，视频Go 圣骨坑到一个爆炸啊，好了，随机视频拼一个出来啊，继续圣甲虫无勇文章。诶，第三个孤星，看这怎么都是这种烂货啊。来看看这个礼拜 SS5 运气如何，委托 Go。 唉，圣骨啊，废到又不行。